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客宅，我是爱推坑的宅。那么今天又是我们的开箱时间哦。虽然我的上一个开箱影片里面有提到我要控制我频道的开箱影片数量哦，可是为了今天的这一本书，我还是决定单独给他拍一部开箱影片了。很多观众都跟我反映说，为什么我要减少我频道里面的开箱影片呢？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啊，开箱影片其实就没有什么营养啦。毕竟大部分我买的书哦，大家都可以买得到。虽然还是有很多观众跟我说，他们喜欢看我的开箱影片哦，而我的频道后台数据也是显示哦，蛮多观众喜欢看我的开箱。可是我还是希望我的频道呢，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知识和不一样关于漫画的一些内容。那么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特别拍一个开箱影片呢？是因为这本书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漫画作者，而他就在今年五月呢不幸的去世了。在我知道他去世的那一天呢，我个人的心情哦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完全无法相信哦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开箱我收到的这一个包裹。那么认识我的人呢都知道我非常非常少的接触热版的漫画或者是热版的书籍哦，很多呢都是我的朋友放读给我的。就例如说啊，日版的画集啦，还是日版的一些杂志哦。那么今天这一个杂志呢，也是我的朋友突然间信息我了，就说哎，日本出版了这样的一本杂志，就问我有没有想要。当我看到他发给我的照片过后呢，我就二话不说，就立刻就答应了。就是这一本三浦健太郎的杂志。其实三浦健太郎啊，算是我比较迟接触到的一个漫画家，可是也是我最快喜欢上的一个漫画家。因为他的作品呢，《烙印勇士》可以算是我一见钟情的作品，可是非常不幸的，他就这样的离开了我们。好，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收到的有什么东西。好，这个是第一本，然后这里应该是有一个海报，再来就是写真集了，三浦健太郎的一个杂志。可以看到这本杂志哦，比我想象中的厚非常的多，哇，是相当的厚。Few moments later， 好，那么经过我刚才的稍微的翻阅了过后呢，我大概清楚了我这次朋友推荐我买的这个杂志究竟是什么东西哦。如果没错的话呢，这个就是白泉社的月刊哦，然后里面呢就是收录了《烙印勇士》的最新一话，也就是三浦老师在去世之前最后完成的一画。那么这一集呢也算是比较有纪念性的一集啦，就是纪念三浦老师的一个。那么除了杂志本身之外呢，还有附赠了这个致三浦老师的画，就是里面会有他的助手和他的朋友给他的话。其实讲真我也不太清楚啦，因为整本书都是日文的，我自己也不会读日文。不过他的封面是写 Message to Mira Kentaro， 所以应该就是致三浦老师的话。那么最后呢就是有一个海报，是一个 A2 size 的海报。我相信这个海报应该是最多人抢购的一个原因啦，是这样大的一个海报，是 A2 size 如果没有错的话。然后后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横幅的海报。我觉得对于非常喜欢三浦老师的粉丝来说呢，这一集的月刊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可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买不到的朋友也不需要特地去抢，因为据我所知呢，我朋友在帮我代购的时候，他是跟我说热方呢是已经出版当天就直接断货了。所以可能看到这部影片或者是在看到这部影片之前的朋友呢，知道有这本杂志推出的人呢，我是觉得不太需要去抢啦，除非你真的非常喜欢三浦老师，可以有一个纪念价值这样。所以呢它其实就是单纯的一本杂志，就是白泉社的月刊，里面就有非常多的一些连载中的故事。然后因为三浦老师去世的关系哦，所以这个烙印勇士就成了真正的绝响，就是所谓的有生之年了，已经是没办法完结了。虽然白泉社有透露说可能会借由助手来完成这一个烙印勇士，而三浦健太郎老师本身呢已经把那个脚本也给写完了，可是对于真正喜欢烙印勇士的朋友来说呢，或者是真正支持三浦老师的人来说呢，其实这一话364话的烙印勇士哦，
对粉丝来说啊，应该就是所谓的结局了。其实我的每一个开箱影片呢，都是非常的兴奋，然后非常的期待的一个开箱影片。可是这一次的开箱呢，对我个人而言啊，我会觉得是非常沉重的。我相信这一期的开箱也是我频道创立以来的最简短的开箱了。因为说真的，我真的是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因为我最主要是想借由这个影片分享给那些没有买到这一本杂志的人，让他们看看，哎，这本杂志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关于这本杂志里面的内容和这本 Message to Miura Kentaro 的这本书呢，我会在片尾那边以照片或者是录影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看，所以如果对里面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看到最后。那么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在影片底下帮我点一个赞。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我的作品，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我是 IK 哥的 Jack，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拜拜。